哇，这边，哇，看来就有货，不错不错，得给他捉了。哎，这泥涧下面石头蟹比较多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雄。啊，现在太阳快下山了，然后今天插嘴比较晚，就出来赶海了。我、哦、刚再来第一个收获，不错。第一个收获给他绑好，哇、哦，独臂的。这边脚刚刚也展出来看，然后这边，哎，这边好像也受伤了，这个估计挺坏的，跟人打架。这边，哎，嘿，野生鲍鱼，不错不错，这个个头可以呀、啊。哦，洗干净给大家看一下，漂亮不？满满都是肉，走了。哇，这边脚盘也挺多的。找一下，哦，这边，哇，这个石头。这个应该不用搬了，这个可以直接抓出来。看，躲在这边。哇，这个，来，你跑出来，出来。哇，这个够大，可以。哦，下来。哇、哦，这个很重，是公的。哦，这边，哇、哦，这边鱼怎么？哎，大家看一下。哇、哦，这个。哦，漂亮！哦，这个，哎，猫鲨，小猫鲨也叫鲨鱼，看，啊，这个苗条吧？哎，还勾起来，这个太小了吧？就不要了，给它还是放在这里吧。来，进去，不然大家被别人抓了。遇到别人就没这么好的运气。哦，等你长大了我再过来哦，躲到里面去，别乱。这边有个海带。喂，哇，这个不错，我吃海带就要吃这种的，我骑一下。哇，看一下，这个就是要吃这种透明的，然后有点厚厚的感觉，这种海带比较好吃。哇，那个气焰漂亮不？哦，今天过来看风景的，这个先给它装了。哦，这个感觉上面还可以，下面的这个还可以，比较痛苦，然后这下面的还行吧，一起给它带走。哇，这个嘿，腊螺不错不错，这底槽的腊螺就哦，这边哇哇，我今天运气爆棚了吗？啊，来，这个有新点，应该是花盖蟹。哇，这个牛啊！哎呀，这个够大，不好抓。哇、哦、哇、哦，大货！今天不错不错，来吧，你别这么闷好不好？给你搬起来。哇、哦，这边被人是不是被水给打掉两只脚了？然后这只刚刚长出来还不长教训，这边又被人家打了。啊，这可怜的娃，哇，这个够大，来给大家看一下，你跑不了了，绑好了你就跑不了。哦。哦，今天不错，这个，哇，这花盖蟹在我们这边挺贵的，收了，个头可以，给它赚点嘴吧。哇、哦，哇，哇、哦，还利落，躲到这边来了。哇，这种的，哇，很肥呀、啊。不过这种会去吃的，炸死很多，给它先收了。哦，我今天运气爆棚了吗？哎，来，嘴巴张开欢迎我了，出来了，哇、哦。哇！哎，赶紧放走啊！这也很疼的，你疼我也疼啊。对呀、啊，不要夹我，来，放脚，快点，给你抓起来先。哇，抓螃蟹一定要从这下面抓。哇，这是应该有个半斤左右吧，差不多六两应该有了。运气爆棚，我跟他战斗了差不多十来分钟啊，夹着我那个钳子不放，比我这个钳子都厉害，给他收了。哦，遇到坑就要给他盘一下，不然不舒服。嗯，你就喜欢搬石头盘坑。哇，这边，哇，哇，这个可以够大。有肉的，收了，这气焰漂亮是漂亮，
看上面昏昏的，下面昏昏的，投影在水里面挺昏的。不过天快黑了，我得抓紧往上面走，不然这底桥等下上去不好走。赶紧。一划前后啊，哇，吸得这么紧，哦，这个你牛，哇，看一下，哇、哦，吸得这么紧，太牛了，来，有落的不怕，进去吧，来，你再找一下，哦，这边有，哇，这个都是成双成对的嘛，哇，今天有没有落？哦，有落的，可以，不错，也是有落，哦，按一下它还喷嘴，进去。哇，咦，被我撞过来了，你别跑，哦，还勾在里面，哇，这个，哦，你牛，哦，这个石头蟹，可以，哇，怎么我今天是不是跟这独臂的干战呢？抓的都是一边脚刚刚掉的，来，咦，你别夹我哦，哇，我找了个好坑。看一下漂亮不？哦哇，海龟特多，哦，都是海龟。哎，看一下今天收获，今天收获爆桶啊！哇，这个最厉害，吸得这么紧，我就不拿了，算了，给你放在这边吧。今天收获总体不错，九个海里螺，然后三只螃蟹，特别是这两只，哇、哦，这两只之前啊很重，一只差不多有6连左右吧。然后还有一只猫砂，那个太久了，我就给放这了。哦，今天周后总体不错，直接爆桶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边了。喜欢大川的视频，记得帮忙关注点赞，谢谢，拜拜。走了，坐车回家。